拆下水龙头水嘴，安装主机，扳手适当加固，安装完成。首次安装先通水后通电，极简主义，操作简单不复杂，冷热两用，动态温度显示屏，温暖看得见，无极控温，水流调小温度上升，水流调大温度下降。配备多种安装适配器，采用万向出水嘴，360度无死角随意调节。机身采用耐高温绝缘体材料，内置多重防漏电措施，保护您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。